当时年纪那么小，应该会有一些情愫。对呀，对呀。他那时候已经有暗恋别人了。什么东西啊？我跟你讲了，有把柄，有把柄，有些把柄，有把柄。他当年喜欢天王，天王，天王，就先谢祖武啊。小梦，今天放学过后，可不可以进去下下？哎呀，不行啦！而且要是被我妈知道的话，肯定把我杀了。而且你忘记了吗？我们今天要留在学校补考，哎，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离开。没关系啦，进去进去一下下就好了，一下下就好了，好不好啦？进去一下下。我说不要交往这么久，对不对？不要一直，我可以进去你家家一下下就好。不要不要。再不然。我探个头进去一下好吗？探个头。小明，你放进去一下下。万老师家也很久没有人来一下下。我跟你说，他们两个啊，就是从一开学哈到现在二十几年了，有没有？就是看对眼了，哎，他们都有可能是彼此的初恋哦。初恋哦。真的哦。就唱得很好，对，很经典。这首歌唱得很经典，因为 Makio 有一种那个稚嫩的味道。对，那时候十几岁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是那最可爱的年代。对对对，有没有啊？结果你又重新翻唱过。对，在2019里面，2019还在唱，好多好久不见呢。而且他翻唱这首歌，是我跟那个主任叶明志去拍的 MV， 是这首歌的 MV。就满满的回忆杀。铁人也是好久没见。对啊，好久没上。去哪里啊？哦，没有没有，有在工作。有拍那个 Iron Man 嘛？ Iron Man。还有小凡也是好久不见了。但是他们都没有变。对一模一样。有啦有变，他变成熟了啦。有啦有啦。没啦。22年前的戏到现在，到现在还一堆人，其实真的走在路上还记不起我的名字，叫万老师。共同创造的历史。是不是这样子？回忆啦，现在都在干嘛？是吧？好久没看到你。现在是全职妈妈，我有两个宝贝啊，两个，而且是两个男孩。哇，那个辛苦了。那你呢？你呢？
万老师一样嘛，还是偶尔还是会接戏，然后再来，大家就是有些通告，其实都还是看得到我。喜欢的工作永远不要忘记它，你要记得你们当时给大家创下的一种记忆的一个回忆。哎，麻辣鲜师是你的第一部戏，我的第一部戏应该也是你们的第一部戏，也是我的吧，也都是，都是第一部戏。你们的戏里面，因为要演这个戏，还有潜规则啊？哎，不是，也不是说潜规则，因为你知道我们那个麻辣鲜师里头就是一个叫做谢祖武的先生，对，有了啊。因为其实整部戏里面都是新人啊，只有他一个是真的最资深、最调皮的，最戏精嘛，然后又是这老前辈这样子。那有时候我们可能刚开始拍戏，我们都不知道啊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哎，那个你们在等戏的时间哦，我们来玩扑克牌。”雕个牌哦，玩扑克牌了，一定要雕啊！我们那时候其实整部戏最应该说酬劳最多就他嘛，对不对？那是他私底下也在赚，哎，私底下我们的酬劳也都给他。等于说扑克牌是他的主业就对了，他很会玩。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刚开始他在邀约，我们都不敢说不，你知道吗？不好意思拒绝，是是不是？然后我都会私底下问他，我说：“哎，是不是拍戏就有这种潜规则？那个长辈叫我们玩牌，我们真的有。”会有像我们以前在秀场里面，他们后台我是唱和声呐，对和声，人家那个表演一集都几万块张，我们是唱一天才800啊，对呀，一点点，对不对？结果他缺了一脚，我们就上去顶了。OK， 哎，打了手会发抖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曾经有一个下午，哦，就赢了我半年的酬劳。这么差吗？你聊聊当时年纪那么小，应该会有一些情愫。对呀，对呀。在当年，我们在那个当下，当年啦，对啦，他那时候已经有暗恋别人了。什么东西啊？可以讲了，有把柄，有把柄，有些把柄，有把柄，有把柄。讲多东西，什么事情？有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也是在剧组里面，也是同剧吗？同剧，这可以 Google 了。Google 得到那就 Google 得到就可以讲了。他当年喜欢天王，天王，天王，就先谢祖武啊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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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都是好朋友，大家都是要勇敢示爱啊。对啊，他还小，因为他都已经结婚了，对不对？他也有小，当时啊，对啊，当时啦，没有过去啊，没有，当时啊，我怎么突然解释这一把？情感面试这样套一句汉典常讲的话，他不能给你幸福，他至少可以给你舒服。而且还有套一句现给我讲的，洗洗还是新的嘛。哎，拜托我，互相讲来讲。啊，后来你看，哎，这个彼此现在都现在也都很好啊。对呀，太棒了！刚那个初恋唱到我们心坎里了，赞赞赞！谢谢他们精彩的演出。